干嘛？你拆家呢？我现在正忙着呢，没空跟你打嘴架。哦，薛万可第一天怎么样？还行。吴凯是出了名难搞，你自己注意点啊。再难搞有你难搞。 奇了怪了，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着急收拾房子呀？明天我妈要来，我之前老跟她说我住的房子又高级又豪华又宽敞又整洁的，她明天一来不就露馅了吗？活该，谁让你骗你妈的？我是想让她觉得我过得好一点，这是善意的谎言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帮我塞一下。 哎呀！哎，啊！啊，来，哪搞这么多东西啊？一起使劲！一、二、三！哇！ 啊！怎么办？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办？